谁想出来要在这里办事啊？拿回来！真的有鬼怎么办啦？现在讲会不会太晚了？在基地上不要回头就没事了。这种传说骗学弟妹的，你们还真相信？那学姐怎么死？她是被杀的。闭啦！嘘，要开始了。赢得学弟妹们，今年的试胆大会就在东湖大学的禁地女鬼桥举办。当天就从这里出发，听到铃声后，拿掉红布，绕湖一圈。出发。千万要记得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绝对不要在阶梯上回头。二，他在干嘛？干嘛数楼梯？四，不是说好不要数吗？让他数。六，这样才精彩。七，八，不可以了。九，我要，不要数了。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十二，我要。十三，我要。十四，刘总，我不见了。等一下。我们是不是在阶梯上回头了？不是啊！没有啊！试一下声音，一二三四。在大学校园里，学生间流传着各式各样的灵异事件，像是文华大学的鬼电梯、台大翠月湖、成大例行校区，而东湖大学创校62年，灵异传说更是不断。其中这个学校最知名的恐怖禁区就是女鬼桥。原先这座桥为了学生方便才兴建，建造当初并没有名字。后来有一个说法，是一位女同学被学长抛弃，一直到午夜12点，最后受不了跳湖自尽。从此阶梯到了午夜12点，就会突然多出一阶。今天是2020年2月28日，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，正好是闰年。而4年前的今天流出的女鬼桥试胆大会宣传影片，最后出现一个白影，我们就来看看是不是传说中的女鬼。而最恐怖的是，片中5位学生集体死亡，尸体诡异的散布在校园各处。这起原本应该轰动全台的死亡案件，最后却无人追踪。究竟是因为校方施压，所以警察迟案，还是女鬼作怪造成集体自杀？就让我来找出答案。据说东湖大学的女鬼桥在午夜12点，原本13层的阶梯会多出一阶，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回头，因为女鬼可能就在你身后。今天是事发当日的2月28日，我们现在白天检验楼梯有几阶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对不起，再一个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主播当然好好的，怎么被调来做这个？不要说了，反正凌晨的新闻没人看又没营养，这个至少真实啊，都是真的发生过的事。所以你觉得传说是真的吗？什么女鬼杀人？什么传说都有真实的部分，永远不要相信事情的表面。我一定会挖出一点什么，你放心，我会做回主播台的。为了活下去的代价还真大。这里。OK 吗？等一下。嗯，准备好就来啊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
我们来看看松哥跟石头道具准备的怎么样了吧。哎，你就不能接一间比较正常的教室吗？就我自己系上我才有钥匙啊。啊，这么多人头看着你，你舒服吗？其实我还蛮享受这种被关注的感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成品是怎么样啊。来来来来，好哟。这该不会是灵异现象吧？灵你个头啦，这是要重做的现象啊。我要去拍别人了，你们就慢慢打情骂俏吧。哎、欸，你们访问我哎、欸？谁要访问你啊？哎、欸，不然你访问他好啦。访问我、啊？我不要啦！烦耶！啦、啊！忘了开直播了。学弟妹们，我是你们学生会研一的学姐新潮，明天就是智胆大会喽。嗯，我们先来去看看队长跟执行官在做什么吧，走。还是我们换个地方办施展大会啊，我真的觉得在女鬼桥办会出事、啊、你上次开会你又不讲。是啊，可以临时动议啊。当然不行，你知道我们这次营队报名人数超少，而且之前文化办的联合施展大会人有够多，我们比他们晚办，当然要比他们还要多人。你是猪脑是不是啊？安全最重要啦。那、啊、你那时候不讲，都准备好了耶。你法律系他刚说 day 赛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哦，嗯，安全，你看他很凶哎。哎呦，就是本届的队长孟博儒，大家都叫他三女。嗨，现在干嘛？记得全同学，你完全状况外、啊，直播了。哦，那我要讲什么？不要欺负他啦，那你帮他讲啊。我帮他讲，这位呢是大传系大三的阿全学长，也是今年的执行官。他有一个兴趣啊，就是下学妹，所以才要办什么施展大会在女鬼桥。地方不是我选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那谁讲要选那鬼地方、啊？嗯，你啊？不是啊，我记得是。哎呦，这种事就没必要讨论了啦。我们先来去看看网上的东西准备好了没？走。不是啊，我就好奇地点到底是谁决定的、啊。你真的很吵哎、欸！鬼真的会出来啦，很可怕。哪里可怕？你才可怕，我最可怕好不好？我可怕。等一下，你干嘛？哎、欸，不要拍了啦！你一定要这样吗？我们不能好好谈谈吗？该说的都说啦，你就好好照顾自己嘛。你还是不跟我复合是不是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不要闹了好不好？你在干嘛？没事啊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啊，黑黑的啦。那你就去死。刚说好不露脸的。先别拍。就这么点钱，别害我丢工作。不好意思，没再拍了。你们记者很鲁哎，确定不会曝光哦？我保证，你可以说了。哎，之前的确是有学生集体出意外，都在很奇怪的地方自杀了。五个人都在不同地方吗？这只是对外说法，很邪门的是，他们全都是溺死的。出事的桥跟宿舍，学校早就封锁了。加西英娜就是不信邪。等一下你就披上这个，躲在树后面，等我 Q 你，你就冲出来。为什么不是我 Q， 然后你穿啊？因为你长比较恐怖啊。哇靠，我恐怖，你才恐怖吧？鬼都会被吓到。嗯嗯，有那么夸张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啦，不要生气啦。我要是变鬼啊，我一定第一个回来抓你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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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直接先把你做成鬼片。小林点，你真打你！哎，你们好了没啦？差不多就去拍别人喽。哦，好了，我们再调整一下。快啦，动作快一点啦！
播了吗？没有啦，我试一下光线 O 不 OK。那画面就交给你们两个大船的咯。哎，我等一下这台先拍花絮，你赶快坐好，你不坐好我怎么拍？我不要坐啦。妈，赶快坐下啦，大家都在这里，不要怕，有事我会保护你啊。时间差不多咯，我要开始直播咯。后面准备好了没？不是你们坐在这边，每个人都给我说风凉话。那你是自攻系的，怎么会怕鬼？我跟你说，根据量子力学，鬼是存在的啦。我们三个文科听不懂那公三小。你这干嘛？拿着。妈的，干嘛蒙眼啊？现在是要整我还是整学弟妹啊？要拍就认真拍嘛。等一下，流程你还记得吧？不知道了。我们会从墙上直播下来，拉椅子后的铃铛 cue 你。你就拿掉红布往墙上走，记得不要数阶梯哦。等一下拍完全部回试衣室集合。怎么那么久？是要开始了没啦？营队的学弟妹们，今年的试胆大会就在东湖大学的禁地女鬼桥举办。当天就从这里出发，听到铃声后拿掉红布，绕湖一圈。出发。千万要记得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绝对不要在阶梯上回头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他在干嘛？有人叫数阶梯吗？不是说不要数了吗？让他数，这样才精彩。不可以了，不要，不要再数了，不要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数了。时间，谁弄的？人不就都在这吗？哎，人怎么不见了？啊！哎，我要呢！我怕了！想整我啊！吓死你们几个王八蛋！什么意思啊？自己收。
Hey Siri， 怎么了？荧幕调到最亮。好的，已经是最亮的亮度了。怎么变暗了？ Hey Siri， 荧幕调到最亮。Hey Siri， 荧幕调到最亮。Siri， 帮我开手电筒。吓死我了，还以为有人。跑，你就跟着跑吗？那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嘛？你冷静好不好？不说有事回宿舍吗？走了，我们先回宿舍了。文耀都没有回我讯息，要不要去找他啊？刚是你跟文耀在搞鬼，对不对？没有证据，我是不会承认的。吼！我闻到犯罪的味道。你是怎样，法官还是灵媒？找到你犯罪证据。哎，哼！那这样，犯罪事实又回到我手上了。白痴，你放我下来，不要被看到。看到就公开啊。可是我跟你只是玩玩。哎，你这样讲话太伤人了吧？我为你好了。我知道了。而且。如果让他知道了，你又不好处理。你不用担心这个。是我自己分手没处理好，对不起。哼。啊。只要可以在一起就很幸福了啦。啊。有你我才幸福了。有，跟你去找文耀吧。他真的都不回我讯息。哎，巨蛋跑哪了？啊，每次在女鬼桥弄什么施展大会。我等一下去唱歌哦。啊，这么晚了，明早有活动哎。不懂学校为什么只进我们废弃宿舍，很恐怖哎、欸！不用怕啦，我很快就会回来保护你了。好啦，我先上厕所，你等等再走。嗯，没惊啦。观看人数破万嘞！怎么这么多人？这留言怎么回事啊？连宣传影片都放过。哎，等一下，是不是这个？我看。是我手机脏了。是文耀吗？不是，他们问我们找到文耀了没。他到现在没有回寝室。应该是吧。这么晚是要去哪？
你唯一的朋友就在这，你现在在跟谁传讯息啊？咔蹭啊，我朋友很多好不好？那你干嘛跟我来念动物？明明就可以念国北叫特教系。喂，还我啦！就说你在跟松哥传就好啦。我只是想说他怎么去那么久，问一下而已啦。干嘛？你们两个有鬼哦？女鬼叫才有鬼啦。就是谁啊？松哥？谁啊？你去看一下啦。没事啦，风吹。喂，哦，会不会晚点啊？石头，原来石头还是会担心我。不用选啦，都一样臭。这群有人啊，听不懂是不是？
东湖大学的营队很给力耶，超级下重本，连宣传影片都放鬼，后面有白影，快逃啊！这些是那天直播后网友的留言，看得出来大家对女鬼桥的传说众说纷纭，讨论得非常热烈。好了，卡。拍这干嘛？之后音色不就好？B 组传来的影片，他们不是去拍法师吗？嗯。法师，请问2016年的意外跟女鬼桥有啥咪关联？桥下王死魂，桥顶抓狗体，轮年有生死，应世不调生。民十年的悲剧，恐惊一再发生啊！有人在桥顶。今日桥顶煞气相当，一定会过死五个，莫去急走。难道女鬼桥的传说是真的？我再看一下直播画面，不是15个学生了，别转移发生。哎，我好像看到什么，往回倒一下。你看，刚家收相机没收。
文耀到底跑去哪里了？不知道，哪里都没见到他，真是见鬼。哎，不要乱讲话啦。干嘛？不要那么迷信啦。这种时候宁可信其有好不好？不要铁齿。所以你真的相信女鬼桥的传说？那你还来这边办试胆大会？有没有同意？那是谁说要来的？我是觉得文耀一定回去了。他如果回去，会传个讯息来吧？打给他。这样啊，我们要不要去校警室看一下监视器？好。进来，不要被看到了。我不知道档案有没有毁损哦。2012年前的硬碟都不在了，你们自己找，最好快一点。南十一宿。2016这个，2128，哎，找到了，12345，应该就是出意外那五个人。哎，这是他们回宿舍的影像。你查一下他们住几号房。哦。喂，资料送到了吗 ？OK， 好，我请人去拿。哎，我先扣档案，你帮我去校门口拿个东西。哦。好。没人在，应该是去巡逻了。不然我们自己看一下监视屏幕。这样是犯罪行为。你帮我把风啊！我干嘛当你共犯啦？不然我们又不知道校警什么时候回来。如果文耀怎么样的话，我们这样不是算过失杀人？过失杀人的你怎么讲？不然你怎么会被我骗？谁骗谁还不知道哇？哎，松哥没接电话吗？真的不通啊！哦，小姐，你可不要再走来走去啊！那你不用去上厕所了。哦，好啦好啦，走啦。哎、欸，看这边，又怎样啊？平常都是我害怕啊，现在轮到你了吧？求我啊！随便啦，快点快点！
所那边啊，厕所在那儿。啊，怂了，那我不想去了。你以后不要干脆用跑的、啊。不行，太快会漏。最后就是这样。不要笑，笑得更惨。石头，你快点啦！自己想上，还在那边装。哎，你没事拍了吧，石头？石头。你怎么从外面进来？你不是在上厕所？没有啊，你上来了。怎样啊？里面有人。你干嘛？我去确认一下，不然我们谁敢睡这边啊？不要啦！哎呦。学故事好恐怖哦！其实女鬼桥的真实故事更恐怖。女鬼桥的传说到底是怎样？不是说是跳湖自杀的吗？根本不是，那是误传。所以是怎样？有一年，有一个女学生跟她的男朋友决定要私奔，相约在桥上。女学生一直等到午夜十二点。男朋友还是没有出现。这时阶梯上出现一个人，向他招手。就在他走上第十三阶的时候，突然被五个人拖进树林里面轮爆。无论他怎么挣扎求饶，对方都不肯放过他，最后还被压进水里溺死。从此以后，十二点整，桥上十三阶阶梯多出一阶，这时千万不要回头，一回头，女鬼就在你眼前。你很贱呢！你干嘛这么认真啊？你如果像学姐男朋友变心的话，我才不在桥上等你。嗯，不要等我，要早点去投胎比较实在。我掐死你！啊！倒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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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下。有啊，那里好像有人。没有。有啊，就在
奇怪，你没看到吗？他的头在动。什么头？有一个东西。你干嘛？我刚好看到。可是，这时间没有别人啊。一定是我要。我们去美容教室看一下。走。走。到底在搞什么？知道其他人到底在干嘛？阿全，啊，这里是 B1。啊？刚不是在四楼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上不去。不要怕嘛，有事我会保护你，好不好？我去吧。不是，我们先找到文耀就回去，好不好？走。这里是414寝室，案发当时有五位学生在这边过夜。当怎么了？好不舒服，有个味道。白弄就对。
回蒙教室干嘛？我要，我要。我不要进去。啊？那不然你在这边等我，我去开灯，我去看一下。嗯。打不开，我去后面看看有没有其他开关。你快点。文耀。三女，哎，文耀，你在这呢。阿全，你在哪里？
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死定了！我们死定了！没事的，一定会有办法下去的。 来这里干嘛？这里是发生事故的应对办公室。你看一下有什么，我对一下资料。已经过四年了，你觉得还会有什么线索？你先到处找一下。哦。 警方笔录你是怎么弄到的？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。 阿等，你拍一下这个。哦。李文耀，沉尸在桥下溺死。
孟婆乳，校园角落也是溺死，郑灵恩、李天明也是溺死，只有赵新桥失踪，怎么都溺死在这么不合理的地方？哎，我看这边有六个人，我再重放一次，笔录上不是只有五个学生？就是这里，当天原来有六个人，警方的档案只有五个人，新闻资料是五个人，第六个人嘞？不要靠近了。为什么是往李桂桥方向？走，三女，我们走。为什么会到这里？
人呢？不是要走了吗？你怎么又回来？想说应该看一下这些。是这几年营队干部的合照。然后呢？想说比对一下，应该就知道消失的第六个人是谁了吧？奇怪，李天明、郑林恩、赵新桥，照片里只有赵新桥是同一个人。孟柏如、李文耀这些人怎么不在合照里啊？其他没看过五个人是谁？这是2012年的照片，可是我们调查的是2016年啊。我们一定有漏掉什么。你的意思是2012年也发生了什么？女鬼消失胆大会不是2016年才出事的吗？发生意外以后就停办啦。我记得 BBS 有篇奇怪的文章，你要不要找一下？死了五个人在桥上，消息都被封锁，新闻都封锁。新闻没有被封锁啊。2012年的文，所以2012年的今天也在桥上办公室等大会。你们就慢慢打情骂俏吧。哎，你们访问我哎？谁要访问你啊？哎，不然你访问他好啦。学弟妹们，我是你们学生会研一的学姐新桥，明天就是试胆大会喽。我们先来去看看营队的队长跟执行官准备好了没？走，差不多我就去看别人喽。好了，我再调整一下。哎，快点弄啊！在干嘛？没有啊，都准备好了，快来吧。赶快哦，要12点了。哎，你们也快点啦！好，开始直播了吗？没有啦，我试一下光线 O 不 OK。后面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不是你们坐在这边，每个人都给我说风凉话。那你不是公系的，怎么怕鬼？2012的学生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经历过什么样的事，才会再回来一次？这一定有什么关联性。求你放过我，我什么都可以。你还是不敢跟我复合是不是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别闹了啦。你们在干嘛？没事啊，准备好了吗？那你就去死。记得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千万不要回头。他在跟我，不是说好不要数了吗？
让他数，这样才精彩啊！我们刚刚是不是回头了？为什么你选他不选我？我们的事情跟三女无关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在搞鬼，对吧？让我让他该死！给过你机会了。我以为你可以照顾我的。我是想保护你啊，但我们真的不适合嘛。我求你们放过我，放过三女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他们也都是被你害死的，对不对？不要杀我，连我怎样都可以好不好？你以为我们试过吗？不该解开之后的封印，想死都没办法。
但我想活下去啊！不要再疯了。我下去也没有你就好。四年来，我每天一闭上眼，就看到他们五个人的脸。活下去吗？在这儿，一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往我的头砸下去，今天一定要死无辜。杀了我，杀我，让我下去，简单。你敢为了我下去杀人吗？赵星桥、李文耀，2016年的合照到底在哪？你那边有查到什么吗？我这边没有什么资料。会不会是更早？多早？女鬼桥传说有多久？三四十年吧。喂。要拍模拟画面的人到了，我去桥上准备。你有必要12点拍模拟画面吗？你不是喜欢真实吗？今天刚好是4年前的同一天。12月29，难道闰二月这天都会有事发生？糟了，阿德会在桥上。下来是很辛苦的，没死好过，要活下去，今天就要死五个人。网络上说这座桥真的死过人哎，那是假新闻吧？但学长姐有说这座桥闹鬼的事情是真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相信哦？管他那么多，有钱赚就好了。同学要，我等一下需要你们走上阶梯，数阶梯，然后回头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准备，5、4、3、2。
我需要你的帮忙，打破这个轮回。